接班人，血气雷锋，永远担革命前进，前进，永远高举马扎的旗帜，前进，前进，为国民族立功臣。雷锋，王大力，你好。你也不累呀、啊。出了三四天车，刚回来，就又修起车来了。有一个螺丝松了。那急什么？明天再修不也一样吗？明天有明天的任务。哎，出差带什么好吃的回来没有？没有。有什么好吃的，拿出来咱们吃点嘛。怕你咬不动。别太小气了啊。雷锋，你在咱们营房附近试点破烂就够瞧的了，怎么出差还干这个？哪有都可以试。雷锋，你回来了，你好呀！不宽，快回宿舍洗脸去，吃完早饭咱们一块上街去玩。哎，去玩啊？你忘了，今天是星期天。对。哎，那你们想到哪去玩？逛公园。咱们仨再照个相。不宽啊。你的津贴费不是早花完了吗？那上个月你给我存的钱呢？哎，你自己说的，这个月不用吗？好，不用。我妈又给我寄来了10块。吴宽，你怎么用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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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回去吃饭，吃完饭还要逛公园呢，快走走走，走吧。哎。李老师，解放军叔叔，解放军叔叔，哎，参加我们一块跳舞吧。不，我们看看。会就参加吧。李老师，我们少先队的同学都喜欢和解放军同志们一块玩。不，我们不会，我们不会。哎，别客气，一块玩吧。不，我们俩真不会。哎，哦，他行。他是我们文艺组长，你跳舞、唱歌、讲故事，他样样行。你，叔叔，和我们一块跳去吧。好。你这不是坑他吗？嗨，雷锋他喜欢跟孩子们一块玩。走，咱那边看看去。欢
学们，我不会讲故事。你会，你跟大个警局叔叔说的。周大庆，你别那么着急呀，让叔叔好好想一想，他一定给你们讲一个最好听的故事。那我给你们讲个什么呢？讲神话的。对，讲神话的。不，讲打仗的。对，讲打仗的。我没打过仗。要不我给你们讲个英雄黄继光的故事。叔叔，你没打过仗？我不信。不，我真的没打过仗。你骗人，没打过仗，那你手上的伤疤是哪来的？这是旧社会在我身上刻下的仇恨。我也有过家，也有过爸爸妈妈哥哥弟弟，可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活到解放的那一天。我的爸爸被日本鬼子打死了，12岁的哥哥给资本家做工累死了，小弟在妈妈的怀里饿死了。我的妈妈死得更惨，她被地主家的少爷逼得上吊死了，家里就留下了我一个人。再就是爸爸砍柴的一把破砍刀和妈妈上吊的绳子。有一天我上山去砍柴，回来路过地主家的大门口，碰见了地主家的婆娘。地主婆娘说我砍的是她家山上的柴，让我把柴送到她家去。我不肯。1949年，我的家乡解放了。同志，你讲的太好了，谢谢你。谁？我换岗了啊。哎，他们通知有重要新闻。哎，什么时候？本社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，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鼓励下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正在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，
串犯大陆沿海地区。我到联播去。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，雷锋，回去吧。代我请个假。嗯。雷锋，到。指导员，你可回来了。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呀？指导员，团部批准了吧？批准什么？你没到团部请求战斗任务。嗯，我们有我们的任务，还请求什么呀？那我找政委去。哦，你以为政委会批准你吗？他不批，我上沈阳；再不批，我上北京。雷锋同志，你口气可真大呀！指导员，你不知道？我知道。我过去受过那么大的苦。雷锋啊，你不忘阶级苦，积极求战，这本来是好事情，可达不到目的就闹情绪，那就不好了嘛。好吧，到我屋里坐一坐，反正你也不会睡了啊，走吧走吧。坐吧。雷锋啊，毛主席的著作你学的不少了，有一篇《为人民服务》，不知你学了没有？你怎么了，指导员？光你就给我们讲过三次了。是吗？哎呀，你看我这个当教员的可太成问题了。好，考考你，坐下吧。你说主席这篇文章是为谁做的？张思德。他是什么人呢？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。他是怎么牺牲的？是像黄继光那样堵敌人的枪眼呢，还是像董存瑞那样炸敌人的碉堡呢？都不是，他是在陕北双木炭，炭窑塌了。那毛主席为什么说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呢？因为他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。回答的对极了，看来呀，这篇文章你是读得很熟了。可是有些人跟毛主席的看法却不一样，他们认为只有像黄继光、董存瑞那样去冲锋陷阵，那才算是英雄。如果因为人民利益的需要让他去做张思德同志那样的工作，他们就闹情绪，就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你说这种人能算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吗？
指导员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党和人民需要我做黄继光，我就去堵枪眼；需要我做张思德，我就去烧木炭。不管在什么岗位上，我都要尽一切力量，想一切办法去为人民服务。对呀，指导员同志，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您对我的批评。不，这也是自我批评。哎，刚才我到团部去请求任务，政委也狠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。这么说咱们一样，谁学的都不怎么地，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。这一部毛泽东选集是上级奖给我的，送给你。记了毛主席的著作，使我深深懂得了一个人的作用，对于革命事业来说，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。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。人不吃饭不行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，开汽车没有方向盘不行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的著作不行。少说有二斤。水，冰镇的汽水。走，咱们喝瓶汽水去。走吧，喝一瓶去。来瓶汽水。哎，这玩意儿也不解渴，我还是喝我那凉开水去吧。哎，瞧，这人，别的什么都好，就这一点，太小气。来两瓶。我请客，谢谢，你自己喝吧。雷锋，一瓶汽水才一毛五分钱。来来，不在钱多少，这不也一样解渴吗？雷锋，王德利，到到，连长命令你们马上出车，有任务。是。大苏，到，后面车跟上了吗？哎，错了，没错，错了，没错。
来，你看，这路我不行。傻瓜，锻炼嘛，光靠在教练场上练驾驶技术，你再服三年兵役，还是给你摇摇把子。这叫上级知道了怎么办？怕什么？这是练本领，打起仗来能过硬。就是将来复员回到人民公社，也有手好技术。你来。行。沉住气，很右打。左打，左打，左打。哎，哎，真笨！你让我往左打吗？他们来了，这回算我栽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是，还不是拿公家汽油给自己练本事？我练好本领也是公家的，将来打仗，我王大力碰到这种雄鹿，还能背着汽车爬过去。你听，电梯又跑他那边去了。回去再说，你把车开过来。雷锋，这事儿我可以向你们几个检讨，你可别向上级汇报。为什么？其实我个人挨着小批评算不了什么。好，我不向上级汇报了。对。可你自己得向上级汇报。王大力啊，你能主动汇报昨天误车的事儿，并且检查了，组织性、纪律性不强，这很好。可是你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呀。服兵役去，你呀，下辈子再说吧。你看人家解放军，每逢星期天就休息，多自在呀。加一天班，你就发牢骚了。你不知道，约好了今天，第一次见面。哎，那你就请一天假嘛。请假？哎，这辈子还没请过一回呢。同志，辛苦了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比起解放军来，我们的活儿那轻多了。嗨，上街去啊。不，我是想在这儿找点活干，出出汗，治治我的感冒。这同志真逗。哎，同志，你歇会儿，让我来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谢谢你了。来，我们一个人一辆车，我把车借给你呀，那我就完不成任务了。哎，咱俩倒倒手。来来来，你要实在想推啊，哎，就到那边借一辆去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捣什么乱？哎，同志，别听他的，那车你借不来。试试看吧。老大爷，我借辆小车。这车不外借，我就在这儿用。哎，你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呢。老大爷，你嗨。
你这是谁家的孩子？这么淘气！去去去，一边玩去啊！老大爷，你老抬抬手。这算我的借条。哟，是解放军呐！哎，同志。哎。行啊，还真借来了。啊，看样子你真要干呢。还想和你赛赛呢。就冲你这句话，其实我要不干个双份儿，这些年高粱米我算白吃了。赛赛。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人家是解放军。是解放军。还有病。还有病。解放军同志，请把你的名字和部队的番号告诉我。我是工地广播站的记者。啊，李老师，你好，你调动工作了？不，这是我们学校在扩建，我是临时来帮忙的。哎，上次都没顾得上问你的名字。你是哪个单位的？叫什么名字？这，哎呦，我落后了。哎，同志，那就请你讲讲，你为什么来参加义务劳动？为咱们社会主义建设多添一块砖呗。同志们，请注意。同志们请注意，有一位解放军同志牺牲假日休息带病来参加我们工地的义务劳动，更可贵的是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和部队的番号，工地领导号召全体职工都向这位解放军同志学习，为社会主义多添一块砖。给我添十块，给我添二十，给我加三十。同志，雷锋来过吗？雷锋没有来。同志们请注意，同志们请注意，现在播送一个好消息，运输组在那位解放军同志的带动下已经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，现在离收工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，可是他们已经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今天的任务。下面播送湖南民歌《浏阳河》。李老师，校长回来了。你带我去看看那位解放军同志。好。嘿，我们湖南民歌，这我得好好听听。好。休息会儿。好，我去拿烟啊。哎，
老大爷，把车还您，我的衣服。多好听的歌，不听了？我得赶回去吃饭。嗯。再见。嗯。哎，人呢？大哥，那个解放军呢？我也在找呢。哦，准是还车去了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好。同志，同志。哦，不是。哎，你找谁呀？上次在公园给我们同学讲故事的那个同志。他到你这儿来了？哎，刚才还在这儿，可一转眼就不见了。那他能到哪儿去呢？都在这儿呢。看你往哪儿跑。看指导员没有？指导员在那边练投弹呢。来来，预备，一二三。五十米。报告指挥，王大力呀、啊，哎，雷锋找到了没有？指导员，雷锋根本没到卫生连去。哦，那他到哪儿去了？妈妈，小弟弟，别哭了啊！大娘，哎，你俩到哪去啊？嗨，去朱家屯儿，去看我闺女去。哎呦，还有二十多里路呢。谁说不是的？你看这天哪，眼瞅着就黑了。哎，同志啊，你这是到哪儿去？我，大，啊去，大娘，哎，我正路过朱家屯儿，顺路。给您捎个脚吧。是啊，啊，同志啊，你这真的是顺路吗？大娘，别再盘问我了，快走吧。哎，别哭了啊，我给你唱个歌。啊，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，打败了日本狗强盗，消灭了蒋匪军。王大力同志，你怎么不吭一声就走了呢？我们知道谦虚是人民解放军的美德，可是我们也不能埋没你对人民的贡献呐。他对人民的贡献？是啊，他在我们建筑工地整整地参加了一天的义务劳动。现在我代表我们学校和全体职工把这封感谢信。瓢屯有几个运输连？就这一个。运输连有几个王大力？也就这一个。大村到。指导员，建筑工地给王大力送来一封感谢信，说他参加了一天义务劳动。
哦，这个王大力是什么样？我要是见过他，还能出这个笑话吗？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先请到连部坐一坐。好，这边请吧。好。哎，来了。哎呀，快放下吧，死沉死沉的。给，穿上。哎，瞧，这一头大汗，擦擦。大娘，擦擦。妈，三儿，妈妈。他爹，你看谁来了？妈，这大雨天你们怎么来的？嗨，别提了，快进屋里再说。先龙堆火，再烧点辣汤。这一路上，多亏这个解放军同志。同志，快请进吧。解放军同志。在哪儿呢？嗯，三儿，叫爸爸。爸爸，再叫一声。爸爸，别。妈丢什么了？同志，妈，他连门槛也没进，连碗水也没喝。解放军同志，同志，解放军同志。雷锋，哎呦，哎，雷锋回来了，雷锋回来了，大嫂，快别起来，雷锋回来了。哎呀，你上哪儿去了一整天呢？吃饭了没有啊？看你淋的，我还以为你病重着呢。谢谢，我本来是去看病的，可一出门，嘿，空气又新鲜，环境还又安静，我越走越舒坦，越走啊越轻快，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不是你干的？雷锋，你是不是帮助工地推砖了？是。雷锋同志，我对你有个意见。好，你给工地推砖就应该老老实实的说出自己的名字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干了好事，为什么要说我王大力干的？让人家工地上敲锣打鼓的给我送感谢信，我明明没干，你这不是故意给我难看吗？王大力啊，到。你知道，这里边可是有个误会。什么误会，指导员？要不是雷锋同志在工地上故意冒充我的名字，工地上的人怎么会知道这儿有个王大力呀？你忘了，今天早晨你托雷锋给你带了封信。那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这封信呢，在工地上让一个看车的老头发现了。哦，怪不得我取衣服的时候，那个看车的老大爷，他对我一个劲儿的笑呢。王大力同志，实在对不起你。雷锋啊，你离开了工地，又到哪儿去了？我送一位老大娘到朱家屯。朱家屯？好家伙！到朱家屯那来回得好几十里呢。嗯，好啊，做得对。雷锋同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。现在校长讲话。同学们，雷锋同志在农村
就是个优秀的拖拉机手，后来到了鞍钢，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，五次被评为红旗手，十八次被评为标兵，现在又是部队的节约标兵，优秀的共产党员。同学们，我们已经得到部队领导的同意，聘请雷锋同志为我校少先队大队校外辅导员。雷锋同志，有空常来玩，我就不远送了。校长同志，再见。再见。老师们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我刚摘下了红领巾，又戴上了红领巾。在党的面前，我永远是个孩子；在孩子们的面前，我已经成了大人。我要让他永不褪色，永不让他沾染资产阶级的灰尘。总有一天，我们要让整个地球都像他一样鲜红，让全世界的儿童都戴上这样的红领巾。红领巾是我红色的起点，我要永远沿着这红色的道路前进。好了，全擦干净了，车擦干净了，咱这人也该擦洗擦洗了吧。好，你先洗吧。好。哎，大叔到。我盆里的衣服你见了吗？没见。奇怪，哎，你刚才不是放在这儿的吗？是啊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哎，你看，那是谁在那洗衣服呢？呵，王大力今儿跑这儿大清洗来了。是该彻底清洗清洗了，我这身上的油泥汗臭太多了。好家伙，你把咱们全班的衣服都洗了，真不简单呢。王大力，别那么大惊小怪，这算得了什么？王大力到。是你在这洗衣服呢？啊。呵，洗这么多衣服。我盆里的衣服你是不是拿来了？没拿。没拿。没拿。这是谁洗的？王大力，你就帮我洗这两件。对，就这两件。别逗了，快给我。什么？我早就知道你对我那双袜子有意见。快给我。哦，就你那双宝贝袜子。好，是不是这个？给我。
快给我，拿来！你，你往哪跑的？快给我，给不给？你给不给？你给不给？给不给？给给给，拿来！给给给，给给给给。雷锋，你这双破袜子穿的也够本了，你看，补丁落补丁的都成了千层底了。你银行存那么多钱，真怪，有时上级发袜子你也不领，这破袜子穿在脚上你也不觉得难看？难看啊？咱们革命军人的袜子是往脚上穿的，又不是摆给人家看的。只要他不影响我出操开车，我就让他继续为我服务。那你可得把他藏好，下次再让我碰见，我就把他消灭掉。雷锋叔叔，哎，周大清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？今日旅行期间，我们过队日到河边来栽树。哎，你要有时间也来参加我们的队日活动吧。好，走，我去请个假。王大力到，吴坤到，你们俩加薪。哎，吴坤，你家来信是不是给你寄钱来了？是10块还是5块？大苏同志，你不要用老眼光看人啊！从上回指导员和我谈话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跟家里要过钱。哎呦，吴坤也艰苦朴素了啊！怎么，你因为我不吃零食就活不了了？人家雷锋常劝我，我还能老不改啊？吴坤，到。来，你来。什么事？我们家发大水了，偏偏我妈又病了。等钱用，我的钱都给我妈寄回去了。哎，雷锋有钱。雷锋他那么艰苦，我不好意思跟他说。小松鼠快长大，绿树叶新枝芽，金色的太阳照耀着你，快快长大，快快长大，快快长大。讲啊，讲讲。那好，等咱们把这个小说栽起来就讲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来挖土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一个破螺丝钉。别扔。同学们，你们不是想听故事吗？是啊。这螺丝钉还有段故事呢。小螺丝钉怎么有故事啊？那是我小学毕业以后，在县委当通讯员。有一次，我跟县委书记下乡。小林子，快走啊！哎呦，嗨，你这个小鬼呀，高兴的走路都蹦蹦跳跳的，快起来，你看看，摔了这身泥。什么？一个破螺丝钉。什么时候你到拖拉机站去送信，顺便把它带给李站长。你忘了，滴水成河，粒米成箩呀。要是咱们全国人民见到螺丝钉都用脚踢，你算算那会踢掉些什么。要是全国人民都用手捡，你再算算那会捡来些什么。同学们，你们想想自己在生活里注意节约，不浪费一点东西，都做得怎么样啊？叔叔，我要永远记住你这个故事。雷锋到。雷锋，王大力他们村发大水了，他妈也病了。你先上去汇报了吗？没有。走。
同学们，再见。雷锋同学，再见。我看到报纸上登了辽阳地区遭受了水灾，王大力家来信说也发了大水，他妈又病了。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，使我深深懂得了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，帮助人民克服困难是我应尽的责任，我应该为人民公社，为灾区人民尽一点自己的力量。指导员，你等很久了，该休息了，明天还有任务。是。雷锋啊，到。这车物资啊，是咱们全团同志送给灾区人民的，你们今天下午送到，晚上赶回来，明天还有任务。是，一定赶回来。嗯。王大力，到。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当助手吗？向雷锋同志学习。不全对，你的家就在灾区嘛。我明白了，我应该为灾区人民服务。也不全对，我们向上级请示了一下，决定让你顺便回家看一看，给你三天假。怎么，三天少吗？指导员。好了好了，走吧，出发。是是。注意安全。雷锋，哎，不能多耽误，咱们的任务急呀。好，误不了。
同志，车出毛病了，轮胎爆了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白车人都晾在这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我车上还有个备付胎，你先换上。哎呀，同志，你这可太……别客气了。这个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是啊，我看着也怪面熟的。嘿，好了，谢谢你了，同志。哎，你是运输连的吧？对。这轮胎回来我去取吧。好，同志啊。哎，同志，老大爷让你们久等了。哎，不不不，同志啊，再见了。好好好。刚才那解放军同志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来着。啊，对，每逢过年过节呀，这个小伙子就来我们公社参加义务劳动。对，对，就是他，没错。刚才那个同志我也怪面熟的。你也认识啊？是在哪儿见过来着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我去沈阳，他在火车上当过义务列车员，给同志们倒水扫地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他。真倒霉，偏到河中间熄火了。哎，非下水不可了。我来。哎，你哎，干嘛？你真要消灭他？雷锋，雷锋，哎，你又不是没钱，干嘛这么刻苦自己？你看，这补丁落补丁的，你也不嫌硌脚？硌脚啊？穿着它，比我小时候光脚上山去砍柴，强多了。嗨，你把它扔了算了。丽丽，我给你买了双新的。你快留着自己穿吧。这是小号的，我是照着你的脚买的。哎，那好，你先保存着啊。哎呀，你怎么还舍不得穿，把它包起来了？你我先过河，穿了脱，脱了穿的麻烦。哎呀，同志们呐，你们一路太辛苦了，怎么能让你们帮助卸车呢？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下了，下了。首长，我们不累，不累也不能干，把东西拿上，里边喝水去。走。快呀！加油啊！老刘，把那席子集中在这边啊。坐。好。坐坐。这一路你们太辛苦了，哎呀呀，这个天气太热。其实也不热。哎，不热。哈哈，那你们怎么满头大汗呢？扇一扇。谢首长。擦擦汗。啊，不，首长，我有。好。是啊，哪里艰苦，哪里有困难，哪里准有咱们解放军。来。喝水。谢首长。来，你也喝。好，谢首长。梁主任，电话。好，你们坐。是。雷锋，这是你的。哦，我去看看车卸完了没有。好。喂，喂喂，你声音大一点，王家屯
王家屯又出险了，你们马上派人去，一定要堵住啊！王大力，王大力，好，车快卸完了，你回家吧。哎，替我向大娘问个好。嗯，再见，再见。怎么要走了？哎，不像话，不像话！一定要吃了饭走。不，首长，我有任务。任务再紧也得吃饭。不，首长，梁主任电话。好，我，你等一下。哎，同志，请您转告首长，我走了。哎，同志，再见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怎么？他走了，啊，梁主任，你看，哎，卡车停一下。首长，有事吗？这钱是你的，同志，你送来的物资我们收下了，你对灾区人民的心意我们也收下了，可是这100块钱我们不能收啊！不，首长，请您收下吧。同志，你一个月只有6块钱的津贴费，积攒100块钱不容易，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不，首长，我们连队的生活很好，用不着钱。要不，把这钱烧回你家去。行。怎么？你没有家？不，我有家，党和毛主席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，全中国到处都是我的家。现在我这儿的家遭受了水灾，我有权利也有义务来帮助我自己的家。首长，这100块钱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收下。梁主任，梁主任，梁主任，又发现个纸包。什么？不知道。打开。这袜子是你的？是的，首长，把它还给我吧。等一等。你就穿着这样的袜子，却捐出来100块钱。首长，您把这钱收下吧，哪有做父母的不接受自己儿子的一片心意呢？雷锋同志，这100块钱我们收下了，这双袜子也留给我们吧。同志们，这不是100块钱和一双千峰万补的袜子，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。雷锋同志，我作为一个老战士，为有你这样的接班人，我感到骄傲。首长，我还有任务，我走了。是，同志们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Oh.
娘，大力，你咋这时候回来了？您不是病了吗？哎，那早好了。娘，啊，您不休息，这是干嘛呢？嗨，今儿个后山抢险勒诈，有几个人立了大功，把水都给堵住了。社里说，明儿个开会庆祝，我没事儿就帮他们做了几朵花。也跑累了吧？娘，我自己来。哎呦，看你弄着一身泥呀，准饿了。你二哥二嫂都到堤坝上去了，他们得半夜才能回来吃饭。你先吃吧。哎，娘，您的病刚好，还应该多休息。没事儿，有社里的关心，有你这当儿子的孝顺，有病也不怕。那天我一接到你寄来那20块钱呐，我这病就好了一半了。怎么了？我没寄钱呢。你没寄，信还在这儿呢。那亲爱的妈妈，来信收到了，知道家中发水，您又生病，现寄回20元钱，请收下。您的儿子大力，他是谁呀？娘，他是我们班的同志，叫雷锋。雷锋？嗯。这么好的孩子，娘，我想见见他。娘，我到堤坝上去。这么晚了，你到堤坝上去干什么呢？我去看红。大力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娘，我得回去了。你回来就参加抗洪，也不歇一会儿，这就急着要走。娘，您不知道，上级为了照顾我，让我回来看看您老人家。您这病不是都好了吗？大水也堵住了，家里又没啥事儿，我得赶快回去。那也得吃了饭才能走啊。娘，我今天赶回去还有任务。把这个吃的带上，替我问同志们好。哎，别忘了叫雷锋来呀。啊，忘不了。娘，我走了。哎，快点吧，车快开了。好，谢。大家把车票准备好，上车了，把自己东西带好。大爷，您走好。后面跟上了。哎呀，票，我的车票不见了。大嫂，你上哪儿去呀？我到张家屯。同志，车票丢了，这可怎么去呀？你别着急，我帮你找找。张家屯。大嫂，你是不是把票丢到别处了？没有啊，刚才还在口袋里。大嫂，找着了，这不。同志，你，解放军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解放军战士。
您坐这儿。谢谢同志啊，谢谢。哎，雷锋真可惜。他怎么了？你看，这整整等了一百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。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。